这边的台，这样动，这边的台阶。那都金块来了，拖拉片。那你们这边怎么样？你们这边还是干干的？要杀了，要杀谁？谁都。我们要买的，我朋友要买。哈哈哈哈哈！
又小的啊，又重的啊。那个慢播，慢播太大。那个小，那个是小的来。小的。这边有那容量这么比较小的电脑一包200块。哎，大好的。2公斤200块。电脑的。那些都是白素青鱼吗？好像一个分辨是比较扁的，比较扁的很圆的。啊，是谁？我三块钱。哦，通常是花不起。像这个是，我们这边有各位讲欧巴瑞亚。哦。应该都是花鼠，都是花鼠。光荣提供鲨鱼品牌，但这个鲨鱼品牌主要是渔工帮人家鲨鱼用的。那如果你有使用，建议你清干净再离开。然后内脏记得集中处，不要乱丢，或者是丢到海里。然后如果你在光荣这边鲨鱼的话，不管去哪里鲨鱼，你的内脏都要给人家清干净，不然就会影响到其他人的使用。像他们会当天的渔获结束之后，他们会做清洗。内脏集中起来，到时候一起处理。Hello， 今天还有什么？今天有活鱼哦。今天有什么鱼？有一个黑黑的点。